出门接我公公婆婆，顺便呢去买点菜。哇，现在我们这边天气超级热的，今天好像说是要35度啊。我得更淋雨。哇，今天35度，真的超级热的。哎，你慢一点。我还是买个东西。来一下芒果。今天这个红葱头很新鲜，来一包吧。洋葱，红色洋葱来一包，轻轻的放呢。我们家杨妮说要吃萝卜，哦，天哪！娃娃菜，萝卜。买了一块叉烧，准备自己做叉烧。铜壶，来一包。芋头，准备做洗芋头西米露。担心哎，哇，你很棒。什么？这个是椰浆，椰浆来两罐。红豆，面包屑盖了一包。买包玉米面，我准备做窝窝头。冰糖来两包，够了，你两包够了。哎，你们没放啊，冰豆啊，这里呢。来，给你。这个我们准备自己做叉烧。你家甜面酱也没了，补货。蘑菇精，来一颗。啊，我看过了，你放吧。面条，塔皮。哦，你想吃蛋挞吗？好，马上走了。哦，你要吃吗？好啊，我们魔芋来三盒，再烧仙草来一盒。你要买两三包这么多，先买一包吧，试试看好不好吃，好不好？好，走吧。好了，我们结账。这里面一共消费116。我们这边呢，就是车子我停的老远的地方，他那个超市的购物车不让我推出来，我现在就只能是开车去把那个，对，我现在呢走过去把车子开过来，让我妈在那里看东西，等一下再搬上来。我刚刚说那个我可不可以吗？还妈妈说哦可以。然后买完菜以后呢，再把我公公婆婆接过来到我那边去吃饭。哇，今天真的是巨热的一天啊，真的超级无敌热的一天，那个南瓜都巨热，瓶子已经死干了。你没有浇水吗？有，那个水泥嘛，你给他撑一把伞，撑一把伞可能就会好一点了。哎，我摊个小的伞接住那个南瓜了。哦，太热了，南瓜了嘛，太热了，今天真热。你是不是种了那个小南瓜呀？不是那个大的。还不是大的，就是平时超市的那个日本小南瓜吗？不是那个黄颜色的那个。你看弟弟又在吃蓝莓。今天刚好我们这个藤条运到了，然后三个人一起弄。哇，他们好像用了半个小时，全部都把它插进去了。钳子扯。哦，他这样用这样子钳子把它扯下来吗？不是，这么麻烦啊，一根一根啊。这个。可能不好弄哦，平时不是这样的吧？这样子弄一下就隐私就好一点。哇、哦，你看我爸从他刚弄那个藤条进来，全部都看湿了。我们刚刚中午就随便吃了一点，蒸了一点虾酱蒸肉，然后蒸了鱼，烧了个蔬菜汤。我妈现在在收拾。我爸陪着我公公两个人在院子里聊天。今天朋友给了我一块肉，这块肉呢他不吃，他嫌太瘦了。那我想呢，我就把它拿过来，我来自己掺一点肥肉进去做那个梅干菜肉包，这样就不花钱了买肉。它是这样一块肉，大家都嫌弃它太瘦了不要了，我就把它拿过来，不要浪费了。肥肉这边，你看看，弄了一块肥肉进去。我来打一下肉，我把它打的粗一点，这样子有颗粒感一点。巨肉，巨肉啊，再不好切，就一肉就是这些。
这么大一碗啊！我把这铜鼓焯一下水。出门干活，外面蚊子超多的。打一瓶冰水，今天好热。出来弄我的菜，看我怕已经热傻了，全都是汗。你休息一下嘛，喝点冰水。啊？嗯、喝点冰水吧。嗯、我这边自己沤的一些肥。我昨天真的好黑好臭啊！然后我拌了点泥土下去，埋在一点中间吧。听说这个秋葵很喜肥的，我这里面是荤的、素的肥一起，大概差不多沤了快两个月了。这个茄子也是很吃肥的。这边这个土被我现在弄得很肥，我里面之前沤了那个什么虾壳啊，还有那个反正荤的素的吧，全部一起，已经一个多月了，现在又可以用了。哎，我准备把这空心菜搬到那盆里去种啊，那可能太矮了。现在把这边弄了一个这么大的洞，直接把它倒过去，拿剪刀剪开来算了，剪开来拿过去。好臭啊！我把那个肥拌下去了，自己沤的肥。这菜肯定很够力的，马上。我准备重新沤肥。看，这是那个鱼肠。这个是那个血水，全部倒进去。这个沤到整个夏天沤完，应该两三个月可以沤得完吧？我不知道。看，这是那个榴莲啊，不是榴莲，是那个菠萝蜜。我这边还沤了一桶，这一桶好像也有个把月了。哇，这样子看得见吗？全部颜色都好黑呀、啊！这里真的是什么都有，这也一些什么鸡屁股啊，什么脖子啊，真的是什么都有。还有橙子，我都闻到橙子的味道了。我又准备种豆苗，黑子，哇塞！我爸以前他在那个大兴安岭是伐木工人，年轻的时候在那个大兴安岭支兵。那个你看到没有？哪个？我说你的头顶上还有一个鳞状。我妈要种了。我妈、我婆婆他们真的是要把我们家院子搞得干干净净，准备。我爸在剪，我婆婆，我爸在剪，我婆婆在拉绳子。搭不动了、啊、哇，太厉害了，那个了，太厉害了，太哇、哦、天哪，我老公手到现在还是很痛，他现在就差不多四个小时，医生让他六个小时吃一次止痛药，但是他三个小时就痛了。刚刚他要动手准备剪这个，剪我妈妈说的没有不要剪了，我们来的时候你看到没有？有我们这么多人在这里，还要你干活？一桶吗？不是，天啊！我把什么东西打倒了？给我们他们几个人剪上瘾了，我老公叫他不要剪，不要剪，他们全部还是要剪。这个都帮手你。来，妈妈。嗯，不用了，我来，我就去扎一下。哦，好。拿个绳子挺粗的。来，这里，我们，你看看，我们真是战斗力爆棚啊！这么多，哇，看看，是不是很干净？这是我们一家人齐心协力的结果，好干净。哇，这边这个帘子弄得很，真的很整齐啊！
这个基本上就是我爸跟我老公两个人弄的。啊？这个树是死掉了吗？嗯。哦。你转过去。哎，不是，我要不要我来？你不要搞了，你那个手痛啊！啊？转个方向。你不要搞了。啊？不要搞，嘿，你不要搞。好了，你看，好了，就是把它滚下了。哎，你不要动呀！喂，你等一下，那个手又痛了。弟弟，你热不热呀？妈，你楼上来哎！我让我妈担心一点。你看，这我们一家人太会过日子了。把这个树枝砍下来呢，到时候就种菜的时候把它拿过来扶东西用，比方说秋葵啥的，辣椒啊，头葵呀、啊。哦，对。到时候我们一起分一点吧，你拿一点，我拿一点。这个。啊，我不用那么多，几根都可以了。把它砍成这样子，一小段一小段，不用全部砍完那么多，好累的，砍够用都可以了。哇，这里又有一根。我怕我头上了。你带你先出去。哎，小心点，后面头。我先出去，等一下再扔啊！我先出去啊。我爸和我老公这边把他那这边有个小缺口，全部都给他堵起来。到时候我这个。爬山虎把它准备把它牵上去，让它自己爬上去，这样子凉快一点。这么多，我妈今天这个脸色简直了，胭脂都不用了。爸，弟弟你这么早，弟弟。我把这边剩余的肥全部倒到这个花里那里，然后拿水一撒就好了。哇，现在我再做一下收尾工作啊，今天的事情就结束了。我现在是非灰头土脸了。